发生了气爆的情形。那原因的话，目前我们还在调查当中。那初步疑似啊，疑似是因为加热的那个消毒器去引燃那个水沟里面的沼气导致两名人员有轻微的灼伤跟爆炸伤那目前两名人员意识都清楚，那送往台大医院做处置当中，都是在集中在前臂的部分有稍微的炸伤呢，有一些鼻血的部分流鼻血那内部的可能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才能得知。